因为今天凌晨四点的时候有落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先办理住院待产了。然后刚刚有内诊，然后还有打滞留针。内诊的话，现在目前是开半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毛蒜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